大家好，欢迎继续收看兄弟连 Linux 视频教程，我是李明老师。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，或者是登录兄弟连官方论坛，跟我做更多的互动交流。我们这一节课继续为大家讲解第四讲 Linux 常用命令。那么在这一节课里面呢，我们主要为大家介绍一些简单的用户管理命令，因为在用户管理这个章节，我们会在后续的课程里面详细的做一个介绍。但是为了前面呢有一些操作，便于进行执行，所以呢我们做一些。 基本的用户管理命令的介绍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前面已经用过的一个命令 u s e 的 d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和直观的命令。在我们前面的课程里面，因为要做实验，所以我给大家演示了一下，直接使用 u s e 的 d 就可以添加一个用户。那么这个命令也很直观啊，直接用 user i d d 从英文意思上就可以很容易的去理解。 这个命令本身并没有什么太多需要强调的 u s e id 直接写上用户名就行了。唯一提醒大家的就一点就是啊，用户名最好别弄得太复杂。就像有的公司，如果有一天你做 Linux 管理员，在公司里面在运维部门工作，像你们公司里面给每个员工开邮箱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很多公司啊，它规划的比较乱。有的员工的邮箱呢是用全拼，有的公邮箱呢是用的是他全拼的首字母。 有的呢是用的英文名加上姓儿，全都不一样。最好呢，你们公司里面规划这个时候啊，是把它统一一点。然后用户名呢，尽量别太长。User ID，它其实有很多选项，但是我们后面再详细给大家介绍。最简单的方法就直接使用 User ID，写上用户名就可以了。比如说我要添加一个用户叫杨幂，User ID 添加就行了。但如果这时候我要添加一个用户叫沈超。 他会有一个提示，他告诉你用户沈超已经存在了。那么，如果你看到类似的提示，证明这个用户在系统中本身已经存在了。User ID 其实添加的时候只是增加了用户的基本信息，比如说像一些他的加目录啊，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命令解释器的分配啊等等，只是这样，并没有给他设置一个验证密码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如果你想添加一个用户，让他能够登录你的系统，还没有做完这个事情。 我们还需要再给他一个密码。那么这个命令呢，就是 password。再次提醒大家一点，记住 password 呢实际上是少写了一个 o 和 r 这两个字母。那么 password 可以更改一个用户的密码，这个首先大家要清楚一点。假设说我们现在用管理员来添加一个用户，那你可以直接 password 加上用户名，password 加上用户名。比如说我要给杨幂设置一个密密码。 那么假设呢，这个密码叫杨凯威，杨凯威，哎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报错，就已经设置密码成功了。但记住这个密码最好不要太简单。如果是 root 设置的，就算你这个密码很简单，比如说你要给杨幂再改一下密码，我把她的密码改成北京。你看到它会提示你，它是基于字典单词过于简单，但是还是提示你再确认一次，我还输入北京。 依然可以设置，因为你是管理员 root。还是那句话，裤衩穿在外面这哥们儿什么都能干，但你记住，普通用户是不可以的。普通用户如果更改密码改的这么简单，系统是不会接受的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用杨幂来登录一下，我们用杨幂来登录一下我们这个迅机的 Linux，输入密码，哎，登录进来了。 登录进来以后啊，我们改一下自己的密码，直接敲 password。哎，这个时候呢，因为没有更改中文的设置，我把它简单的更改一下。我们看一下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提示？正常来讲，我们在用用户登录以后改自己的密码，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，这事儿应该是可以的，对吧？如果一个用户连自己的密码都改不了，这是不太正常的。那么我们看一下刚才的提示，貌似好像是不能够更改。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提示的含义。我们重新来做一下这个操作，Ctrl+C，password，哦，这个忘记调成中文了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现在用杨幂这个普通用户用户登录过来以后，我敲一下 password，哎，它提示你更改用户杨幂的密码。 哦，原来是可以更改的。那么我们看一下，他问你之前的密码是什么？之前的密码是北京。那么他说让你输入新的密码，输一个上海。哎，他说无效密码，它基于字典单词。但你要注意哦，他还是提示我新的密码，他并没有像刚才 root 改密码一样，他说你再确认一遍就可以了。普通用户更改密码的时候，必须符合复杂度的要求。那么我这里面重新改一个。 哦，这个也还是不行。那么我再换一个。好，在你更改多次以后呢，如果还未遂，这个就会被系统踢出去。那么我重新再改一下的。你看到，如果你输入的密码符合这个要求，这个时候呢，它就会让你重新确认，就可以更改密码了。 但记住一点，每个普通用户只能用 password 更改自己的密码，而管理员 root 可以更改任何人的密码。管理员 root 可以更改任何人的密码。刚才我输入这个密码为什么会符合这个要求？其实呢，我输了一个相对来说呢，就是我们符合密码规则，八位以上大小写字母、数字符号组合的这样一个密码。但这个密码其实很好记，比如说我实验经常用一个密码，这个密码由什么演变而来呢？由沈超老师的这个姓名的拼音演变而来。 我只不过更改一下我的密码规则，我把密码里面这个字母 e 都换成 i 特符号，因为它都可以代表互联网。我把这个字母里面出现的 a b c d 都换成一二三四，所以这个密码最后就变成了什么样子？大写的 s h 艾 t n 三 h 一、e, o。但是这个规则如果我不跟你讲，你很难猜到它是怎么来的。 不过我自己很好记，因为只要记住沈超那个家伙就可以了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只要把我这个规则一换，e 换成艾 t a b c d 换成一二三四，就是一个合格的密码。那么你可以借鉴一下，更改密码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定的复杂度。那么这是呢，password 怎么样来更改一个用户的密码？好，那么最简单的添加用户呢，就是直接用 user a d 加上用户名，password 设置一个密码就可以了。理论上来讲。 那么你记住一点，每个普通用户只能改自己的密码，但是管理员 root 可以更改任何人的密码。但是你千万不要因为 root 更改用户的密码，可以改的非常简单，一二三四也行，北京也可以，就认为每个普通用户也可以这样改，这是不允许的。好，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三个用户管理的简单的命令，叫 who。我们在使用 Linux 的时候啊，这是一个多用户的系统，也就是说，同时可以有多个用户登录过来执行相应的操作。 那你怎么知道当前有哪几个登录用户呢？我们可以用互命令来做一个查看，在命令行上敲互，这个时候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，这里面涵盖了几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呢叫做登录的用户名，比如说他登录的用户名是 root 还是杨幂，它会显示登录的用户名。 一个用户可以多次登录，所以你看到有两个 root 登录信息。第二个部分呢叫登录的终端，这里面呢记住 TTY 表示本地终端。什么叫本地终端？简单来说呢，就是在你本地登录的这样的一个终端。比如说像我这样叫本地登录，我在虚拟机里面登录过来，这叫本地登录。但如果敲一个命令退出登录的话， 可以回到登录状态，这个时候你再敲户来查看，我们再敲户来查看，你会发现那个本地登录就不在了，对吧？TTY 叫本地登录。所以如果我登录进去以后，这个时候这个登录叫本地登录，而在我们当前这个 ssh 客户里面，实际上我是用192.168.198.1这台主机登录的192.168.2这台主机，这叫一个远程登录，它会用 pts 来表示。 PTS 表示远程终端，然后用不同的数字终端号来区分不同的登录终端。这个呢，大家要了解。第二个部分表示的是终端，第三个部分呢就是登录时间，它是什么时候登录的？这个用户登录的时间是什么时间？那么它是写在了这个地方。第三个呢是登录的时间。 所以你可以看到，任何一个用户已经登录了多久，都可以通过这个登录时间来做一个判断。最后一个部分呢，这个呢指的是登录的主机的 IP 地址，它从哪台主机登录过来的？如果没有写，就表示本机登录；如果写成这样，就表示从幺九二1幺六八点幺九八点一这台主机登录过来的，就可以很容易的看到这个信息。这是呢互命令可以帮助我们查看到。 当前我们这个 Linux 服务器上面有几个登录用户，都是从本地的还是从远程登录的？什么时间登录的？从哪一个主机登录过来的？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。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查看远程用户登录信息的一个命令互命令。但是我们得不到更多的一个信息的内容。如果你想得到更多信息的内容，那么可以用另外一个命令叫 w，这个呢我们可以得到。 更为详细的用户登录的一个信息，我们简单来做一个查看。敲一个户命令，这个时候可以得到很多的信息。那么作为了解，我们先看一下其中，除了跟我们前面户得到相同的信息以外，登录的用户名、登录的终端、从哪儿登录的、从哪一个主机 IP 登录的，以及什么时间登录的以外，这里面呢其他的部分大家可以简单做一个了解的，主要有这些。第一个呢。 当前系统的时间，这个没有什么太多好强调的。第二个呢，这个叫 up，这个 Linux 已经连续运行了多长时间？也有个命令叫 uptime，可以看到跟这个首行差不多的信息。这个 up 就是我们连续运行的时间，也就是说呀，一台 Linux 服务器它已经连续运行多久没有重启或关机了？有的时候呢，衡量一个服务器它的稳定性就是衡量这个时间，我们叫 uptime。 如果这台服务器已经开机一年都没有重启或关机过，那证明稳定性就非常非常的不错。但是我这个呢，因为是虚拟机的 Linux，所以有的时候呢，可能我就把虚拟机关掉了。那么你看到这才累计了七个小时，Up time 这个指的是 Linux 连续运行的时间。第三个呢，三 users 表示当前总共有几个用户登录，这一数也是三个，对吧？两个 root，一个杨幂登录过来了。 这是一个负载均衡的指数，那么这个指数有三个数值，分别记录了过去的一分钟、五分钟和十五分钟现在系统的一个负载情况。那么这三个值除以三就是平均数了。那么一般来讲，系统的负载值主要指的就是 CPU 和内存的负载情况。如果现在呢，比如说你是一个 Web 服务器，访问量非常的大，这个值就会有很明显的一个体现。它可能甚至超过一，它甚至可能十四，甚至可能是五，就表示系统负载已经很严重了。 但是如果像我这样，可能全是三个零，因为我这是一个虚拟机什么服务都没跑，只是用来给大家敲两个命令做个演示。那么你看到，基本上就没有任何的负载。那么这个值呢，可以未来帮助你判断你的服务器负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。其他的呢，这个 IDLE 表示这个用户登录过来已经空闲多久了。那么你看到这个，如果是零点零零秒，就表示我刚刚还执行了相应的操作。 如果你登录过来，什么命令都没敲，就在这闲着没事儿干，在这边吃爆米花边看这个界面，那么手什么都没有敲命令，这时候呢就开始累计空闲时间啊，就这样一个作用。所以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呢，有一个用户登录过来，两个小时什么都没干，那么你可以把他踢出去，也许他本身登录过来就没有任何要执行操作的意思呢。然后这个 PCPU 呢？ 指的是这个用户当前登录过来执行的操作占用的 CPU 的时间。那么后面那个 what 就是他当前执行了什么操作，比如执行了 w 或者是什么都没执行，就在 shell 的解释器的界面上面正在等待执行。那么 CPU 呢，这里面我们叫做 CPU 时间，这个资源叫 CPU 时间，因为我们在进程执行的时候是排队依次执行，每个进程在一个 CPU 循环周期里面会分配一定的 CPU 时间。 如果这个进程在循环周期里面多次，它就会占用多个 CPU 时间。那么你可以看到每个执行的命令，它都会对应一个进程占用的 CPU 的时间是多少，比如说零点零八秒还是零点一秒，而 g CPU 是它累计占用的 CPU 时间。所以通过这个值，你也能看到，如果你添加了一个普通用户叫杨幂，杨幂登录过来以后，它占用的 CPU 时间特别的多，那么可能不太正常。 可能他在执行一些查找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资源消耗比较大的操作，那你可以确定要不要终止他的命令执行，甚至把这个用户踢出系统。你可以用 W 判断获得这些信息。那么最主要获得的信息呢，我们再简单说一遍：第一个，你可以知道这个 Linux 已经连续运行了多久；第二个，你可以知道这个 Linux 服务器它的负载情况；第三个，你可以知道这个登录过来的用户当前正在执行什么命令；第四个，你可以知道。 这个当前登录过来的用户已经累计占用了多少 CPU 时间和当前执行的命令占用了多少 CPU 时间，可以帮助你了解整个系统的资源使用情况及用户的资源使用情况。这是 W 这条命令，大家作为了解所就要掌握的内容。好，那么更多的关于用户关联的内容，我们会在后面的课程里面单独通过一讲来给大家详细的做一个讲解。那么在用命令部分，只需要大家简单的了解怎么样来添加一个用户 u s e 的 d 来添加。 怎么样来设置或者更改用户的密码 password？那么怎么样来查看当前的用户的信息 who？怎么样来查看当前用户详细的登录信息 w？只需要简单了解这样常用的一些用户关联的命令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么在这一讲里面，我们需要大家掌握的命令就这样的四个。本讲就到这里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谢谢，下一讲再见。如果你想和我交流 Linux 学习的问题，可以登录兄弟连官方论坛。 你就可以找到我。如果你有任何疑问，如果你想获取 Linux 的更多学习资料，请关注“汽说 Linux” 微信公众账号，你就可以找到我。